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7038的一名新的舞蹈主播幺二，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神曲，喊一首麦，叫《历史课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喜欢的宝宝们呢，就帮幺二评论、点赞、外加转发哦，谢谢大家啦，谢谢。地论古今，卖词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。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。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斩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。三人称兄又道弟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鼓。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。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。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。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歪唱。祝云龙，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小 iPhone。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带着链子开大奔。炎炎罗栾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这个屌丝真给劲儿，青龙白虎身上印。毒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矮小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80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远田落。挑战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曹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。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小林昨天受了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儿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林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他就把谁带回家。谁在公屏把花刷，我们助谁把理财。